今天坐一下这个小奔奔车，上车。好好开啊，这位司机。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啊。没问题。啊，我怕颠倒啊。好嘞。哎呀，小奔奔车啊。雷哥，你买一个。我买不买的？买不起。你别老说实话。买不起养了。就是的。今天我们要去青山，去上那儿溜达溜达。我们县城附近的一个镇，青山镇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兄弟，王刚，王恩刚。现在我们就是去他家，青山他的老家。这就到了，进青山了。哪里有？还走挺长。我们刚出发。我先这么快呢？你是不是没来过这儿？没来过这边，这么近，离咱家都没来过。这不都来了吗？有机会就来了。都是这种大面积的。对，这边种水稻的多呀，那也有苞米，苞米也不少。稻多少种？刚修完。这稻比咱西北弄的稻好多了。咱东北就是地多呀，这个小地方挺好。这是在山上啊？对。盘山道，现在我们在山顶，在山顶啊，现在在山顶，前面一往底下看特别特别美。这就是哪个村啊？这家景色好哈、啊，嗯，一览中山小了快。哎，这地方行，这地方那啥挺好。过了这弯儿，反正是青山了吧？对，上面是青山煤矿，这边是青山。我记得这个加油站。到地方了，这个哪个是你家的？我家在前面。哦，我记得不是这个房子。这是你龙哥家。龙哥在这儿。这路修咱家门口的，半夜你做梦都能笑醒。差不多吧。现在修的柏油路多好。对。哎呀，这家伙下来了。堵堵的，多密。这现在刚好啊，还是早好了呀？这个不应该早下来了吗？哎呀，熟透了，熟透了，可甜了，吃吧。嗯，给你一个呢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吃吧。我不吃。去上矿上瞅瞅，换台车，那个车底盘太低了。是青山镇，以前很火的一个地方。都是老旧的建筑了，对，这是原先的工程室。啊、这个可以拍。青山煤矿。哦，青山煤矿，但现在都荒废了。嗯，这个，留守处就不几个那啥了，没多少人儿。那不写的吗？留守处吗？怎么还叫留守处呢？就在这块儿留了几个人搁这看着这些东西。哎呦，这房子，这多年前盖这房子也挺好的呀。啊，现在都已经那啥了。以前都是很繁华的地方，机电厂。这是青山煤矿一景区。啊，没见过咱呢。有机器吗？带下去呗。进来两条路啊，那边没有吧？太可惜了，这多少资产？那你看这地方，多大？欢迎你拿两块回家当摆件。哎，你看这石头。石头不都不一样啊，这是跟地下挖出来的那种，嗯，像花岗岩似的那个哈，嗯，亮晶晶的那怎么，嗯，还有那种白色的啊，那种粉色的，就像那个泥似的，嗯，这一大堆，哦，这也太大了哈，像那种小山似的，嗯，你看它要捡石头了。拿回家当摆件啊！这就是煤。哎，不对，你看这个是啥？这是这个色儿呢哈，这个石头。哎呦我去！挖煤的时候都挖出来的。一早挖出来。像含铜量高似的。这石头真是。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煤堆里面捡那个煤管啊，然后放。是吗？真的，我们都煤粒有点老大了。小时候就那么
没有鞭炮。这一般都是虎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胆儿大。哎，这地方挺好，景色也好，看，都漂亮。